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喽。今天在街上赶集，看到好多人都提了香菇来买哟。我家去年也种了一些在上面，去看见有没有长哦。哇，长了好多！这树上大部分都长了。香菇很漂亮，脚就这么一点点了。这个下面卡住了。这下面还好多。这个下面有几朵超大哦。还有一朵最大的在下面。
采了这么一大篮子，今天收获还是可以哦。最近天天下雨，下了十来天雨了，这个香菇也长了好多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，回家了。